黑色、红色、杏色、棕色，尺码是34-43，整双都是超级软，从。你看从这边前掌会很舒压，对，然后里面的部分也有，它是也有蓬蓬哦，所以它这里是有一个厚度在的，穿起来会比较舒服，比水洗的感觉再更细，但是是类似的感觉。我觉得它踩起来是比较绵绵的感觉，绵绵。这一款宽脚板是可以，因为你知道它其实这个花边是有是有吸翘，它有修饰。这个是浮起来的，所以它没有勒住你的脚，实际上没有你们看到这么宽。对，里面是真的纸的宽度在这个边，然后再来是它后跟跟这边啊，整个这个袋子都是蓬的，它里面都是有加那个乳棉，只要能够接触到你们脚的地方，都是穿起来软绵绵的。四宽宽穿起来就是平底感受，就不用再担心任何的东西，不管你是妈妈、最小孩，什么都可以。它的正面其实穿起来还是跟六公分的感觉差不多。然后你们看它的侧面有做一个 V 口，所以它会让你的，对，它就是会修饰你的那个小腿线条，你的腿会看起来比较修长。这种就是你喜欢的那一种，没错。它的颜色的饱和度真的跟皮革是两个世界，细绒的质感跟颜色是真的没办法被取代。而且我觉得红色超显脚 白，然后牛仔系列超配，穿起来就是其实配宽裤、裤装或者是洋装是都可以。